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Mac大叔，今天就来到马西大，这是这一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N 少数想要吃这一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吃这一家，韩式炸鸡，生意相当不错，这个是全部的菜单，它是一个很可爱的韩式小店呢。全部都可以再去一次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四样小菜啊，甜不辣吧？为什么没有泡菜啊？哪里有泡菜？我说为什么没有泡菜？黄豆芽很清爽，这应该酸酸的吧？好吃。感觉它这个都是自己腌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黄豆芽很清爽，他最喜欢的是这两个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炸酱饭，就这样啊，就没有别的，只有蛋跟炸酱而已，跟炸酱面一样的意思啊，只是改饭而已，应该要有小黄瓜什么的，吃得开心就好了。因为这如果这样子有点贵。这早上贵啊。也饿了。没啊。马西手右。好，那这个是炒马饭。对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啊。我觉得还是上次新庄那一家比较丰富。还可以。上次新庄那一家超丰富的哦。是让人难忘。看我现在吃其他家的炒马汤时候，觉得都普通起来。太好吃了。他家那个海鲜料真的超好吃。那今天不能去太远了啊。谢谢。然后看起来红彤彤的，但是其实不很辣。然后其实它应该要有带一种锅气，然后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锅气。好，那分数是88分。好不好吃？
刚才吃到一块那个巴沙鱼肉啊，巴沙。吃觉得不错，偶尔吃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巴沙鱼的。现在本来是重头戏啊，炸鸡。洋洋炸鸡。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，不错啊、嗯！觉得最好吃的就是炸鸡。甜甜辣辣的，哦，刚炸起来超级烫。但是蛮可惜的，以前文化路有一个更好吃的那个韩式炸鸡，啊，竹林路了，竹林路，那可惜现在没有了，没有做了。以前妹妹最爱吃那一家什么 BOSS 的、啊，还没有做了。那家炸鸡我觉得更喜欢、嗯、哦，超烫的啊、嗯嗯、鸡腿肉、嗯分数90分，你知道我说哪一家？我知道。哦，热腾腾，热腾腾啊！好不好吃？我觉得都还不错啊，那现在感觉店家人手不太够的感觉。好，那就希望店家加油了啊。算是有特色的韩式炸鸡啊。然后鸡腿肉做的，
啊，柜台就有这个很多很可爱的小标语了，够注意。好，那请我们的多少？好，那总共是1230啊。好，那就谢谢热情老板娘啊。好，那就谢谢热情的老板娘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